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imon， 来玩我们的超级试卷哦。这边的话，继续拼分数哦。排的话，你现在要排蛮久哎。基本上现在的话，评价上了，全部都是那个新玩家。我刚刚玩了几场，哎，大概都是1万场都不到的。来这边的话，今天的话玩这台的话，算是蛮危险。不过新车哦，我们多玩哦。超级试卷，OK 哦。这边的话呢，有拿到的小伙伴，没有拿到的小伙伴，都在下面留言哦。不过没拿到也不要气馁，这边的话，改天的话找一个好的工会，它基本上这个活动肯定还会再有，后面的话会有越来越多新车哦。第一场的话，哎呦我天，竟然有9级房可以玩诶！来这边的话是一个大哥车，OK 哦，这个不用说了，不是一个占领战，然后又是一个大八级哦，OK 哦，大八级房，我们这边的话9级坦克。大哥车哎，来看一下能不能表演一下。小班这边的话，来中轻型是一台。他往中间走哎，他往中间走的话，对面的话就是 T49，T49 是轻型。OK，T32 这边的话是要干嘛？哦，来 T54，哎呦，来这边的话没打到，没打到。OK，行，小班这边的话来加油加油。你们刷他这个头的话，探得太出来了吧？哎呦天，谁打我？300多的伤害，111打的我。他们那边的话来超级试运的话，在这边 T49 那边的话来，这台 T49 要先打，刷他一炮，乱冲哦！你看，我天，这什么东西？乱来诶！这样的话，来，他的超级试运的话，在我们的正前方，还有 OK，来旁边，OK，来这一台，他走过来了，OK 哦，我没想到他那么快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先打他们的那个 T32 嘛，来，先打这一台。来，小班这边的话不要卡，我天啊，来找这个神来炮管，S3 的那个炮管，对，来小班这边的话，来他的超级试运这边的话又开了一炮。OK，T32，来，他们这边的话要进攻了，我们喊进攻。小班那边的话，来一台打一台哦，152在我正前方。OK，S3 没吃炮，这样的话就是我吃炮，来刷，先刷，不管先刷。超级试运的话可以打得到我，然后152那边的话很像也打得到我，他没打，然后来 T54 走位。T54走位，我们的重型坦克这边的话要去抓他们的那个超级试运。OK，吃了一炮，OK，开了一炮。我打来这台哦，漂亮漂亮，来这边的话，小伙伴把它带走了，然后这一台来152，OK，哦吼吼，漂亮，吃他一炮，小伙伴马上把它带走，剩下一台重型跟一台那个超级试运。躲在家里哦，对，这台的话躲在家里，111的话进城。哦，他走位，走位，来，等等，可以吗？不行，来，他躲在后面了，这边的话来看。OK，来450，撞他，来第一场的话拿下了，运气非常的好。对面的那个 T54 哦，OK，很像很生气哦。来进城的111，这台111的话，他很像有打中我一炮，开场那一炮很像是他打的，来让他赚到一发那个过路费。第一场的话运气非常的好，2338。OK，小班那边的话不看了，发现一个敌人补助700，来2300哦。第一场的话拿了20分。哎呦，哎，连续2场9级耶，大八级、小九级房，来这边的话运气很好。我基本上这台哦，大部分都是在跟10级坦克对抗。来，他这边的话一直排我来八级房，来这边的话非常的好。我们坐大哥车哦，这场的话来没有中清醒，完全没有，对方也没有，我们也没有。OK，这种的话很容易打，肯定是 CB 点比较多。
小伙伴那边的话，来，我们让小伙伴去一个 C 点跟 B 点。当然啦，他们这边的话要上桥的话肯定是最好。111的话，来，再念车嘛。OK， 好了，小伙伴这边很可爱哦，叫我们坚守岗位。OK， 来，还有来50 TP 原型车，我被亮了。然后他们这边的话，53 TP 跟超级私运在这个位置。OK， 这样的话就是这边先突破。我等下可能要换一个那个，带一个那个加速器哦，感觉这边的话来需要大地图需要一点机动，他们这两台。OK， 圆形，一二三，哦，不行不行，来这边的话不能冲，这边不能冲。TS5 是什么坦克啊？美国那台吗？美国那台长得很像那个13的那一台嘛。小班这边的话，很像掉血掉太多了。OK， 来，哎呦来，不是，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果然果然，来这边的话，我们的小伙伴被带走了。三台在那边了，哎，这样的话要怎么打？53 TP 这台的话可以不要理，这台可以不要理。OK， 这边来，哎呦，没打穿，没打穿。53 TP 这边来，我小班 S3， 哦 ，OK， 来，他没打穿，这台是谁啊？来，好好瞄准。OK， 把他这一台先带走。53 TP 的话在那边，哎，这场的话很像要输哦。超级四院的话走了一个上面的位置，然后这边的话来狮子。OK， 狮子这一炮有打穿，往下走。我53 TP 小伙伴的话在下面打，超级四院这边的话来，哇，完蛋了，来这台，先把这台带走，然后超级四院的话躲在上面了。OK， 完了完了，这场要输，小伙伴这边的话太快被带走了。狮子嘞，狮子来，狮子大哥，狮子大哥在我这一边。OK， 这样的话来先打狮子。570多，超级试运这边的话应该是干扰不到，对，超级试运这边的话来是干扰不到的，所以我们这边的话，哎呦我天，用了一个金币弹来这边的话铺了一个寂寞，他们的那个狮子还没被带走。来，哎呦 ,24, 来用高爆弹也不行，完了，来这个的话，哎呦我天啊。能带走的、哦，哎呦，这个真的是有时候倒霉哦，呵呵，打那个狮子高爆弹带不走。小伙伴这边的话来 ，OK， 这场要输，看一下等下扣多少分哦。来来，下来，哎呦，天来，超级四运已经下来了，来开炮，可以来4-0哦，第二场的话没能取胜。3500 DPM 都来不及，小伙伴这边的话被带走，扣了两分，打了2500多，还行。我们的小伙伴这边的话呢，111是 OK 哦，新玩家在练车吧，发现两个敌人补助零，来2500这边的话扣了两分 ，OK 哦，两分的话不多。接着往我们的第三场，哎呦，三场都是九级耶，来这边的话大八级，小九级房哦。哇哦，今天怎么回事？他让我玩九级耶，哎，他们十级坦克都不见了嘛。中轻型的话，对面是两台。OK， 我们这边的话是一台哦。这样的话，我去支援，我们让小伙伴走前面这个位置。NXAC48 那台是区主，然后 T2614 跟 OK 行。重型坦克那边的话，很像是跑到一个 A 点了嘛？完了，来这边的话，他们跑去一个 A 点，先喊支援，然后小伙伴那边的话，来这台的话要点亮。OK， 有八级的那个推土机这边的话，来 T2614 要冲吗？很像没有要冲，可是 CC64 的话是在这边哦。对，这边的话有一台这个 CC64， 还有来先刷一下 T2614。274的话在这边，来他们的小班这边的话很像要冲，这台泰坦来这边的话，哦，不要卡我大哥，这台推土机
他们的那个 CC64 很像要上来了，我下班这边的话来再打这台。OK， 哦，大哥，对不起。哇，这个太恐怖了！哎，这边的话太多台了，太多台了，来赶快走，赶快走，修一下，赶快走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来这边的话玩玩玩，要吃炮要吃炮，来赶快走，赶快走位、欸！哇，我天哪，哎，这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玩集火，赶快跑来！他们这边的话是一个一波流，小班那边的话来这一台 ，OK， 这一台的话先打 CC64 哦，我小班那边的话要被集火 ，OK， 他很像开炮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瞄准。来，好好瞄准，给他来上一炮。我们这边的话喊进攻，喊攻击哦。OK， 第三场的话很危险。校班那边的话来 ，OK， 把他带走。他们走了一个 A 点哦，哇哦，不是占领站，走 A 点。来，小伙伴这边的话，一二三四，来，赶快上，赶快上。这边的话能帮忙就帮忙。欧洲线完了完了，欧洲线，欧洲线，欧洲线，来一炮一炮一炮。哦，来大哥对不起，来大哥对不起，来两炮两炮把我带走。OK， 行，来躲一下，躲他一下，躲他一下，我要被带走了。这边的话，来多开一炮。OK， 我尽力了。这边的话，靠你们自己了。现在的话，优势还算不小，可是哎，地形的话呢，我们的小伙伴都很不到位哦。尤其是那台哦，你看这台152，我甚至不知道他开炮了没。来，他们的那个泰坦，不是泰坦了、啊，274A 啊。OK， 来漂亮。关键的一炮，把他们有机动的坦克带走。欧洲线这边的话，哎，再看这他们的那个 K91， 还是能赢啊。应该来这边的话，来赶快上，赶快上来这边的话，让他们上哦。OK， 欧洲线这边的话，三炮都要装好了。来，下面还有两只欧洲线，九级跟八级的。小伙伴这边的话来 T32 看 T32 的视角，来把他们的那个带九级的带走，剩下一台八级的，一台没血，三台有血。OK， 这应该不太可能打不赢吧？来三台，这三台 MVP， 呵呵天哪、啊！哎，不是占领站，你去 A 点干嘛？那边没东西让你玩哦。来这边的话， 152能不能关键的一炮？也算关键的，来25滴的血量。第三场来拿下了，运气非常的好。3730的伤害，来这边的话，他们我就不看了、哦、拿了26分，发现两个敌人补助零，来3700哦，这边的话运气非常的好。这场的话，刚才如果我没跑的话，应该早就被带走了。接着玩我们的第四场，看一下还能不能当大哥哦。OK， 有三场大哥了，基本上。我昨天玩前天玩都没有去九级方哦，非常的惨哦。看一下今天的话系统运气好不好，现在的话十级坦克十台 OK， 他们进场了，看一下还能不能去一个九级方哦。第四场战斗八级车特别的多，他很像不让我排进去嘞。OK， 八级八九级的也进场了，这边的话来系统不让我进九级方了，下一场的话应该是十级方了，来要当小弟了，五十多秒哎。OK， 八级又有车了，应该没有了，对，这边的话来系统不让进了，系统的话来第四场是一个小九级大九级 ，OK 还行，大九级这边的话也不会太差哦，小十级大九级。中轻型的话偏多，然后是一个占领战，我就不打指令了。来，我们这边的话小地车哦，我们让大哥指挥。正常来说是要去 A 点，加一个这个 OK 消耗品，提升一点战力哦。150N， 然后50T， 还有水，谢里登。我们这边的话 VC TVP 跟120，哎也不差，来还有一台4005。S7 这边的话来干嘛？都没有啊！哎天哪，他去一个 C 点 ，OK， 来你玩占领，我们这边的话我只能补助了。TVP 这个位置的话让给我好不好？小伙伴那边的话再开炮 ，OK， 来开炮开炮，哦很开心很开心，这边的话来刷了很多的炮。
150这边的，他的那个超级试运哦，超级试运这边的话吃了一堆的炮。小伙伴那边的话150的话再看着，对，这边的话呢不能探头。150再看来，这边的话不能探头。低点的话也有人，对，低点这边的话也有人。150这边的话呢不能探，还不能探。150一直在看着我们。小班这边 S7 回来了， S7 回来了，很可爱。来这边的话他们的那个小伙伴要被带走了，这边的话来150了。哎呦，痛痛痛，来驱逐坦克，驱逐坦克那边的话给我来了一炮。我们等等小伙伴上班， C 点的话再占领。来这边的话 A 点进攻，我要喊支援了。 OK， 来150一直在开炮。 BCBC来这边的话，他的小班，我们让小班进攻这台150，这台150压得很厉害哦。哦，我天，来是一个高手，他要往下跑嘛？对，这台150的话是一个高手，我刚刚没发现哦，难怪哦。OK 哦，他一直强行卡我们的视野，这边的话来终于卡不住了。50T 那边的话要跑 ，OK 来，哎呦我天。我要开炮，被我的小班开了，然后150你看。他还在坚持，然后 OK 来 OK 来，他很像要压我，对，他这边的话他很像要压我。小班 S7 这边的话来 S7 上了，然后超级试运，小试运啊，不是超级试运。这边的话来，我终于开到我的第一炮，然后这台150哦，哇我天，来啊欺负我 OK 来，他被带走了。这边的话他硬顶我，来，哎呦可以，来算他狠。哇我天啊，来我基本上没开到炮耶，不过他们这边的话小伙伴太夸张了，导致我们有机会哦。 OK， 这样的话第四场的话也是拿下了，硬抓我耶。 OK 哦，他就是不放我，他就是不放我过来。来漂亮，高手就是不一样哦。剩下两台谢里登跟 T57， OK 赢了赢了，在这两台在 CD 点，谢里登基本上从头到尾都没出现哦，看一下他躲在哪里。我们的 TVP 这边的话不能冲， TVP 太危险，来被亮了。谢里登躲在那个塔那边哦。OK， 来，我果然哦 ，TVP 这边的话不能冲，冲了被带走。小伙伴120752 ，OK， 谢里登走了下面600多分，应该是不太可能。对，小伙伴这边的话在这里。他又再回到原本的位置 ，S7 这边的话要抓他 ，T57 的话是在我们家的桥那边哦。来 BC 太矮了 ，BC 跨不过这个，不过基本上其他坦克应该也跨不过来。那个谢里登吃炮了，120这边的话要从背后来哦。对对对，来开了一炮 ，OK 来补了一炮，哎呦我们的120这边的话来打了一个天空。OK， 来，可以，至少谢里登的话还在装填，漂亮，752带走，还是赢哦 ，OK 哦，哦，来 T57 跳 ，T57 跳桥，可以来呀、啊，这边的话他跳的角度不够好，对，小伙伴这边的话来集火 ，OK， 那个 BC 要没 ，OK，BC 这边的话躲过了，然后752装填好了，来 BC 这边的话还是没能撑住哦。我们来看一下那台150了，他全程盯那个位置，我竟然没认出他来。这边的话只开了一炮，4分的伤害。他的150这边的话来，高手归高手，不过还是扣分了，我们赢了。发现零补助零打了一炮而已，511。OK， 这样的话是靠这小伙伴取胜。接着往我们的第五场，看一下还能去那个九级房吗？还是九级房好玩哦。一个人，司机的话是一个人来进场了，8级的进场了。不过刚才那场的话，如果 S7 没有去占领一个 C 点的话，这边的话他们的150人应该没有办法架枪架那么的久。哎呀，来这边的话我切一下哈，我觉得应该要带一个加速器，然后这边的话来修理包。提高一下我们的机动哦。
OK 哦，这台超级思域的话，它跟普通的思域比起来的话，你像 DPN 差了500的样子，普通的话很像是3000哦，它很像是3500，然后马力的话会比原装的那一台好了一点点，原装的很像是420，它很像是460，来这边的话怎么比哦，都是比原本的思域还要强上一些，收藏型就是不一样。这边的话有拿到的小伙伴 OK 哦，恭喜，没拿到的话不要灰心哦，下一次的话应该还会有其他新的坦克。OK， 第五场的话排了40秒，这边的话选不到人进去哦，人不够哦，他们应该是进了下一场了，我们这边的话应该是排到第二场去了。7级跟9级的话现在是最多人的，54秒，OK， 8级12个人，我排了一分钟，哎呀，来，他们又进场了，这边的话又没能跟他们一起打，系统不让我进哦，哎，现在的话4600分应该也不高吧，可能他们更低一点，来，所以这边的话分数没能让我进去，十级方8个人，完蛋了，来这边的话要进十级方了。11个人，9级坦克的话只有我跟另外一台在排哦。OK 哦，没人排9级，两分钟 OK， 两分钟了，这边的话来排得够久了哦。OK 哦，应该让我进了吧，不过应该是一个大十级房，这边的话又要当小地车了。 OK， 来进了两分钟，果然哦，来两台正规了，这种就是正规的那个大十级房，小九级房，来这边的话，对面那台150有在吗 ？OK， 不见了。不然的话，来我们去找他打一下。对面的话，来 T 百的话打了一个招呼，来跟他嗨一下。中轻型两台，这边的话来喊 OK， 喊小班喊支援。我们让小班打这个位置，来这边的话，重型的话不要进城。重型的话来这边哈。这些混蛋，呵呵呵，天哪，来又进城，这样的话我们很被动， STB 那边的话会非常的危险，哇，我天哪，他们为什么是占领也进城，不是占领也进城， T100 这边的话来点亮征服者这边的话没进城， STB 漂亮， STB 刷到对方了，我在这边躲一下，中间没人去哦，中间没人去的话也不知道有多少台，来我先躲着好了，等他们点亮 T100 哦，来哦，没人点亮，他们对面的话也是一堆进城， T100 这边的话也进城了，然后217这边的话来 OK， 217要过来，217要过，刷他一发过路费，120来，这台120不用担心了，看一下他们这边征服者的话，来征服者又要过 OK， 再来一发100这边的话呢，100要过嘛，100不过了，他们能过去的坦克的话血量都不多，来我们盯着他们的100，他们100应该会要上哦，来刷没打中，我们的小班 SCB 那边的话还可以吗，来还可以的话再坚持一下，100这边的话来，这台100非常的胆小 OK 哦，他一直没过去哦，我觉得 OK， 来 S8 这边的话来，他100终于越线了，然后120这边的话要跑，来不要理这台120，这台120直接架空就行，他们的那个小伙伴来100再刷然后我们帮我们小伙伴消他们的血量，不要让他们过去，这边的话来100要往后退，来他没了，然后超级征服者这边的话 OK 打不穿，来打不穿的话往前动，120这边的话也是要进城的，结果打到最后哦，全部都进城了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干嘛， S8 在这边，183的话在这边，来超级征服者呢先打，不过183的话是在我的正前方哦，
征服者这边的话要退来刷征服者一炮，把他打着火了。OK， 来120 183的话在我这边，我上去的话是要吃183的炮的。来，不要理，不要理他，这边的话来等，等这台120动手。我觉得183背对着我，哎。OK， 漂亮，这样的话就不用被183打，我们来打183，来刷你。120没血，183也没血，打谁都行啊。打谁都行，来这边的话，第五场拿下了7-0哦，基本上除了 STV 哦，其他的真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来这边的话，他们进城，我们小伙伴也进城，3731。我来看一下这些大哥哦 ，OK 新玩家，然后大福这边的话20000场，100的话也是20000场，征服者。这个征服者的话是高手，不过他开场的话是切了一个，他看小班进城，他也进城，然后摆兔。我们的 STB 这边的话来 ，OK，STB 的话给他一个拳头，玩的非常的好。他们那边的话我就不看了，发现零补助140打了3700哦。来第五场这边的话排的非常的久，不过最后的话是一个加分哦。现在的话是五场的话，1、2、3、4场都有分，来第二场的话扣了2分而已。接着玩我们的 ending 场，看今天哦能不能全身而退哦。全身而退是不可能的，来9级房运气非常的好，大8级小9级这边的话 ending 场哦，看能不能不扣分哦。输赢的话要看小伙伴，来中轻型的话2台，重型的话1、2、3、3台，驱逐2台哦。4700了，刚刚看到4700了，这边的话来最后300多分，200多分啊，290多，坚守岗位。哎呦我天，来重型坦克的话不是占领战，不是占领战的话又有人去了一个那个 C 点。CC64 来 ，CC64 这边的话，探头，哎呦，来刷刷刷刷刷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来有刷到有刷到，我有被亮吗？我没有被亮哦，哎，这样的话来，他的 CC64 算了，1台、2台、3台，没看见重型，没看见重型，哎，这样的话来，我们绕过去，我打一个快攻好，来这边的话喊进攻，1台、2台、3台，175在这边哦，447我能带走吗？我天哪，我拿四运来做一个突击型 ，OK， 这个的话非常的危险。CC64的话要一炮带走才有机会。我这边的话来，带个大鬼头来。我这边的话，我的斧角来，完蛋完蛋，来这边的话我的斧角 ，OK 来 ，OK 来，把他来这边的话要躲一下他们的那个 IS3， 刚刚是打了我，然后这边的话来 T28。来把他们的 T28 带走，我要再跑一下。这台 S3 的话要抓我，对对对，他要抓我，我天哪，来，可以可以，来这边的话跟你换，跟你换你一炮，然后吃你一炮。他小班那边的话又给了我一炮，完蛋了。来这边的话让小班进攻，我直接做一个牺牲打。来这边的话直接做一个牺牲打，436哦，哎呦我天，来。他把我打着火了，我本来不会被他带走的，他把我打着火，哎呀，来这边的话，我们让小伙伴还是有点早了，来这边的话让小伙伴上，我没机会了哦。S8 在这边，他们的那个狮子跟 K70 来两台重型的话在这边 ending 场能不能赢就看他们了。我们的小伙伴来 CC64， 这边的话剩2台，欧洲线这边的话要上，哇，他能打穿175哎。他瞄准的话还蛮厉害的，来这边的话这一台要上，赶快上来这边的话赶快去帮忙 CC64 OK， 这2台带走我们那边才有机会。小伙伴那边的话 S8 其实是很危险，175这边的话 CC64 已经没血了，来小伙伴这边的话要好好瞄准 OK， 他吃了一炮，这样的话 CC64 还能再开一炮 OK， 漂亮。598盾这边的话来，完了完了，来我们的 S8 这边的话来加油 OK， 来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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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K70 那边的话3台打1台哦，这边的话算是一个1打1哦 OK， 优势很低，优势非常的低，这台要上，对，有血的要上，呵呵，天哪，来
加油，我 ending 场交在你们手里啊，走得非常的慢哦，没买物资吗？为什么这台走得那么的慢？来小班这边的话 ，OK 漂亮赢了 ，ending 场赢了 ，S8 这边的话还在拖哦，加油来，加油我们的 S8 大哥，我天啊，走了一个 C 点，然后小班这边的话吃炮了。466应该还带不走，不过我们的 S8 可以硬吃他一炮，把他强行带走换血哦。OK， 来可以可以，互相有穿这边的话，来他进装填了，不要躲，不要躲，他在 CD， 来赶快上。哇，我天哪，这台 S8 不会玩。OK， 这样的话就没机会了，又回到一样了。OK， 我刚刚他如果直接上的话，他的装填绝对是比那个 K70 快的。这边的话来又要靠这一台了。OK， 这台特别的慢哦，他应该是在练车，没买物资还是没买消耗品？嘿呦喂，他有带消耗品加速器哦，这样就是一个练车，应该不是一个那个100%的成员。来这边的话 ending 场 ，OK，S8 被哇我天哪，他们互相带走。来 ending 场这边的话取胜了，运气非常的好。可以哦，还是赢了哦。我打了多少？2000这边的话来，太早被带走了，拿了一个15分哦。我看一下哦，我看哦，他打了3000多哎，你能说什么？来这边的话，新玩家发现两个敌人补助零打了2137，然后我们的小伙伴的话来这台，哎也算是一个工程来，他带我们取胜哦，来赢了。这边哦，来哦，排了非常的久哦，今天的话总共是赢了超级试运哦。第一场的话2300，第二场的话2500，远古金字塔3700，浮士德的话来只打了一炮，不过靠小班取胜。葡萄园的话来3700，黑色淘金镇2100，来这边的话5胜1败哦，我们的超级试运哦，希望小班看得开心，没拿到的小伙伴哦也不要灰心哦。这台的话基本上他可能以后获得的方式是没有了，因为它是一个大型的工会活动，不过以后应该还会有其他的这种类似9级的那个收藏型坦克可以让小伙伴收集、哦、这边的话来没拿到的不要灰心哦，下次还会有。今天的话来玩超级试运，希望小伙伴看得开心，记得帮上面点一个赞，大家点赞是我制作影片的动力，这边感谢大家，下一期呢一样还有其他坦克的影片，那我们今天先这样咯，下一期见，大家拜拜。